下万里天，用来令人的想念。月华似水云如烟，曾长何岁何年。怕是红尘叹流连，不忍问雨对千年。当时一别则相见，只见桥声缠绵。纵然忘不了是你耳鬓眉眼，却又期盼两人从此无亏欠。空山遮幽兰，沧海寻蝴蝶，太多爱恨终终难周全。忽忽历尽险，渺渺天地远，追梦到从前。却是仍不觉换来梦相见，相知风月未必难如愿。万般情为难，心动成少年，我谁能被谁豁免。诸位有缘再见。老师，我们走。月妹，将这四个异火放置在神殿四角，让它慢慢长。抓住他！好了，班长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梦。闯入，我退，我退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老师，异火在里面吗？异火气息太弱，进去才能感知。增援蛇尾到了，太好了，上救救了。月妹队长，有人类入侵。你们留下，闯入西神殿者杀无赦。是。长老，古河这厮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先下手为强？不必，先礼后兵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女王的进化才是当务之急。古河，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否则将视为对我族的宣战。这下可热闹了。古河前来，只为求见美杜莎女王。女王不可能见你，现在离开，女王仁慈不会追究。否则，就凭你们打伤月妹，扰乱祭祀，我族定要向加玛帝国讨个说法。见不到美杜莎女王，古河不可能离开。听不得你们撒野！你终于来了。计划还没开始，老师，异火还在，他们在冥
我们在岸，有机会。这水搅浑才好玩。你找我。美杜莎女王，很荣幸和您相见。我是加玛帝国的古河，听闻女王陛下半年前喜获青莲地心火。这异火对一名炼药师有多重要，想必女王陛下也清楚。蛇人血脉阴寒，异火对于您并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在下愿拿出与之价值相等的丹药交换。丹王果然消息灵通，而且能力不凡，还能够请动斗皇强者。本女王很好奇，究竟你能拿出什么才能配得上异火？在下愿用两枚六品斗灵丹和一枚七品化形丹来交换异火，不知女王陛下可否让在下如愿以偿呢？化形丹？他在那儿，追！那是谁？啊，先前被月妹队长发现的人类，从我手上逃走了。看来是古河他们一伙的。他就交给我了。是华总管。老师，化形丹是什么宝贝？七品化形丹能让魔兽彻底脱离兽身，同时拥有悠长寿命、人类修炼天赋的逆天丹药。女王有了化形丹，没必要冒险吞噬异火进化。通过化形丹进化成斗宗，时间遥遥无期。吞噬异火进化虽九死一生，但以女王的性格一定会放手一搏。有些不对劲。条件很诱人，可惜我拒绝。为什么？化形丹的珍贵，身为蛇人女王，您比我们更清楚。你质疑我？趁本王还未动怒，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我曾在一本古籍中偶然得知，蛇人女王实力达到斗皇巅峰，机缘足够便能有一场奇异的进化。进化不仅能让女王自由转换人身，更能晋级斗宗，而进化所必须的东西便是异火。没想到你竟然知道这些，本王实属意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现在的你只不过是拥有些许女王意念的能量体。机会来了。女王死了，为女王报仇。万岁！
召唤令，通知八大部落首领立即增援。是。受聘护你此行安全，可我身为加玛帝国的斗皇，绝不允许蛇人拥有斗宗。我谋划半年，想要靠异火提升炼药术，可惜到头来一场空。女王要吞噬异火进化，绝不会离开此地，我们就赶在她吞噬之前夺走异火。好办法，待我感知异火，找到女王藏身之处。人召唤令，不好，他在点燃召唤令，停下来。首领得到消息了，古河，异火在哪儿？我们拿到后立刻离开。这里距离异火太远，我无法感知。那好，我们杀下去。愧不及，拿走小一火呀，小一火！去哪儿？小心！哎！小子，实力不错嘛！哎！同党，没想到早就被我花蛇儿发现了吧？啊！又不是我杀了你们女王，耶！我怎么就成了古河同党了？我往右边跑。古河给你背黑锅，这不正好？也对啊。站住！伤我族人，辱我女王，人族，你们欺人太甚！蛇之术，狂暴！蛇族狂化术，能力瞬间达到斗王巅峰。斗王巅峰？
回事？这里竟然有机关！臭小子，别踩有符文的地砖！我感知异火就在下面，就在这下面，小心！接下来交给雷师吧。抓紧时间。跳虫小技。所有符文地砖，待为师找到稳妥方法，再进入地下。简单粗暴，效果最好。小姨来了。